8月21日，有媒体曝光唐嫣的最新片场路透照。照片中，唐嫣一身红色古代军装，英姿飒爽。但值得注意的是，虽然有腰封，但小腹的位置甚是突出。对比在《锦绣未央》中类似带腰封的造型，身材差距很明显。自今年4月起，屡传唐嫣怀孕消息，截止目前仍未回应。通过片场路透照来看，更加坐实了唐嫣怀孕的消息。非凡娱乐实时报道。